年轻男女在永乐广场开心跳舞，重现1930年代大道城跳舞时代。在地店家也组成金钗团，穿上旗袍展现优美舞姿。为了要行销经典小镇大道城，台北市观光局举办1930摩登大道城户外展演和市集活动，邀请民众同乐。1930摩登大道城的这个活动，我想从9月3号开办到现在，还有后面很多一系列的活动，希望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满满的走在这个经典小镇上，有这个非常摩登复古的感觉。来到迪化街听音乐、看表演，民众还能到摊位体验手作、彩绘脸谱和布袋戏偶。主办单位还规划复刻版老照相馆摄影棚，让游客拍照打卡，希望透过丰富多元的系列活动，吸引国内外观光客深度旅游大道城。这2-3年的努力，其实被带动了很多的一个游客，这个游客都有增加了很多。我想这个部分，我们就会继续来努力。其实有两公尺固位，那头就是要把游客带进来，最主要就是咱这店家有赚钱。迪化街结合文创元素，成了年轻人必逛景点。市府持续在这里规划主题活动，希望加深民众印象，提高重游率，也能刺激买气，活络地方经济。记者邱世明采访报道。